非常感谢。 来，首先要来个感谢，感谢那张丹所长的陪同，张陪同，感谢那张丹所长的陪同。 来，首先要来个感谢，感谢咱张丹所长的陪同，张陪同吼，张陪同当所长，要来感谢咱金秋哥哥哦，咱柯董的吼，嗨，来，我来柯金秋吼，咱来柯金秋当所长，另外感谢咱的张丹所长董林，张董林吼，张董林当所长，啊，也要来感谢咱的建立兄林建立，啊，咱林建立当所长吼，啊，搁再感谢咱的陈董的嘿，啊，咱的陈张林阿婷啊吼，感谢咱阿婷，另外感谢咱的。 阿婆啊，这是咱张孙虎，咱的张孙虎吼，来一箱坐位的，阿咱这主办单位，诚心敬意吼，阿来赶快叫咱的贵乡亲戚，咱这平安喜，阿来叫咱众师傅的供祝贺寿，阿来伫咧这也要来个祝贺，阿来伊也跟祝咧这个天神姐，每时咱这请祝吼，啊，做生意会当生意兴隆同时在，财源滚滚会当一直来，做事当我过好收着，多好吃，平安顺遂发展，隆重也当如含义，当咱大赚钱，搁再赚大钱啦吼。 人讲呢，啊，咱这个平安礼、平安钱，不管我咱请出开偌济，咱有缘要来个祝福，咱这请出以后，隆重会当叹为，安尼千千个这个万把杯，开的完搁再用袂济，安尼好景是会当一袋发一袋，才能一年开得过来一袋，安尼经营。
财宝探甲无底底吼。来，阿咱今日非常的感谢吼，所有咱只好朋友，大家对着咱的金彩凤，咱只疼惜，甲咱照顾，伊往来甲照顾咱只请主，每一个咱只大头家，啊，每一个咱只大老板吼，会当经营隆重财富吼，来甲存甲满仓库。嘿，谢谢你。来，说安排这部光机要来甲开业，在咱节目要来开业，你请咱照顾你吼，先甲咱介绍咱上个辛苦咱只无学音调，那么咱好听兼共情难传说的梁文化哈，来无乱信息收听到，来自咱湖北金翠红旗袍的光先生，毛